大家好，我是小马，今天是要来拍一个圣诞节的特别企划。那今天就是一个交换礼物的活动，那是由冰汉发起的。我们每个人要准备一个好礼物跟坏礼物。那好礼物的部分写的预算是1000块。那这时候我就在想，1000块要找到好礼物，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毕竟现在1000块能够买的东西非常的少。那我看一下今天会来的来宾有妮妮学姐，然后 Davio， 还有依依跟冰汉，所以总共就是我们5个人。那我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，所以我今天直接把好礼物给它升级起来。那我准备的好礼物呢，就是这个 Essentials 的卫衣，这是 S 号的。S 号的基本上女生穿都觉得没有问题。那 Davio 蛮瘦的，所以他一定也可以穿。那这一件是去年的款式哦，现在正面字体 logo 的 Essentials 的衣服。哦，至少都是6000块以上。那帽 T 的话更贵，因为今年的 Essentials 全部都是印在背后，所以胸前这种正面字体的 logo 都已经是绝版，都是去年2020年的款式，所以就是炒的比较贵。那我们就送给他们这个麻花灰的配色哦，非常好看，我就把它送出去当礼物了。你们说要1000块，我就送6000块。除了一件卫衣，我还准备了一个短 T， 然后就是由我们 Mars 小马自己品牌，我们将我们水洗灰的衣服剩下的120件做一个重置的动作，上面就是写上英文抄写 Thanks Virgil， 然后再一个和平歌，然后为了营造出 Off-White 的风格，所以我们这边有多这个设计。那这其实也是一个致敬款式，我们在做水洗灰的时候，当初就是希望可以做比较大量，所以我们做了400件哦，大概卖了250件，然后再加上我们送一些公关好朋友们，所以还有120件的数量，所以我们就把这120件全部拿去做重置加工，就是为了致敬 Virgil。 那每一件的加工成本呢，小马都是自己吸收，也不会多赚这个钱，所以我们就还是卖原价1030。如果要购买这个纪念款的朋友，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好去做下单。那3个尺寸120件，一个尺寸大概40件左右而已。所以今天这件 sample 版本，我们也要把它送给抽中小马好礼物的好朋友。小马准备的好礼物就是这样子哦，价值超过7000块了，所以我很期待他们收到这个好礼物的反应。那冰汉还说，今天有个主题就是大家都要穿红色的衣服，为了要呼应圣诞节的这种气氛。结果我才发现，我竟然没有红色的衣服，唯一找到衣柜跟红色比较接近的，只有这一件，这个算是橘红色。这件 Nike 的帽 T 非常特别，它是 CTFN 今年3月的款式，它看起来的 logo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Nike logo， 但是这一件衣服它重磅到什么程度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一件帽 T 的重量是 1.6 公斤，也就是外面帽 T 的3倍重，你穿这一件等于穿3件。它这个橘红色的部分全部都是做水洗的，所以它是有一点渐层的感觉，整体工艺呢，下摆这边都有做破坏，非常精致的。那这件帽 T 我当初买的时候原价是250美，但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款式好像很普通，就是一个 Nike 的勾勾，所以在 Store S 上面的价钱竟然比250美还便宜。那如果你想去买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款式，背后的整体水洗这些是照片上面看不出来的，你只有亲自拿到实体之后才会发现这件帽 T 的材质有多棒。那小马也要出门了，带着大家去看一下今天的活动， Let's go。 这海报厉害了，小马的，小马的海报写真，这个是最新的，你是第一个拿到的，连我自己都没有拿到，就只有这一件。哎，他们家衣服是真的很好穿，真的。好，那就等一下我穿走。哦，你三袖的衣服，你最爱了，这是大学 T， 这是大学 T， 它是去年的款式，字体在正面的。大手笔，认真大手笔，认真的、啊。正面的字是去年的，所以现在已经绝版。今年的字是印在后面。我又想说，男生女生抽中应该都是 OK 的。对啊，很会想哎。恭喜 David 抽中我的好礼物。
棒哎、欸，符合你心中的很好的礼物吗？没错，因为我本来就是想买一件是他的卫衣。你有他的衣服吗？我有 T 恤。T 恤，那我刚好抽到你的这个 Cost 的，这个是吃早餐配的那个饼干。其实我那时候也有看到，但我还好没去买，就刚好抽到这个，因为是美国才有，台湾买不到，所以我就懒得找代购了。然后刚好就抽到这个，这一次的这个交换礼物就是被 Devil 抽走了，缘分啊，缘分，真的。那我们就变个魔术吧。哦，马上。这句话蛮魔术的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Yeah.